我们这么多年来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习，他跟印光大师学习，我们是一目相承，绝对没错。从释迦牟尼佛祖祖相传，经中念佛法门，这个法门殊胜到基础。刘素贤居士给我们做了个最好的榜样，发愿求往生，多少时间呢？一个月，争取上上品往生。通过他这个实验，亲身做的实验，这么样的圆满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成佛、往生有捷径，有一条近路，他给我们标出来，让我们发起无上的信心，我决定能生，千万不要走错路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你们喜欢用哪个，你们自己再去。我只有一个信愿之名，我相信净土，一点不怀疑。我愿意到极乐世界，我愿意亲近阿弥陀佛。只要有这两个条件，极乐世界就是你的，佛为你实现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怎么去呢？一句阿弥陀佛，能够练到不中断最好。发愿像刘老居士，他走的时候年岁也不小，发这么大的心给我们做榜样，走他这条路子。他这条路子活活生生的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亲眼看见，说出往生的时间，一个月之前说的，到了这个时间，一秒钟都不差。时间到了，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，就要彻底放下，赶快跟他去。不要等的是佛来接引你了，你还不愿意去，还留恋我这事情没做完。那再过几年吧，佛菩萨很慈悲，是可以答应。但是你这几年说造不造罪业？你要真的不造业，那就是你的保证。如果一个念头错了，第二个念头也错了，到时候佛不来了，你一定会失望，一定会怨佛，佛不守信用。给我说一个月，为什么一个月不来？我们看到刘树清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这一点都不假，一切都为了往生。功课越简单越好，就一句佛号最得力了。庄严佛。
报上。